我没事，认为是就好。他们也没有亏待你啊，你没有受伤啊，我看看。七娘，我没事。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二郎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 没事了，没事，我们回家。嗯，高秉烛呢？他去追天道大人了。北京，先护送祁娘他们回去。是。二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二郎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 好。二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了，没事，我们回家。